个经文里头变一起心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一起心就是一心，我们今天讲一心，这个一心要专注佛号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那么这就是至心境界啊。这一篇题目叫至心境界啊，至心境界就是一心专念，一心者就是真如。如止观也，这是引摩诃止观里面的文所说的，一心俱是法界啊，一心展开就是法界，是法界就在一心里头，一心是体，是法界是用，一心是心，是法界是相。是法界从哪来？从一心来的。你要是证得一心，是法界的思、理、性、相、因、果，你无所不通，全明白了啊！啊，一心就是圆满的禅定啊。一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自信本定啊。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第四句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一心没动，一心没有摇晃，真心啊，自信本定，它起作用就是六祖末后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十法界啊。十法界从哪里生的？从一心生的，一心能生，十法界所生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啊，是一心不生不灭，十法界有生有灭啊，一心什么都没有，叫真空啊。啊，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那是一心啊，它能生十法界。又探寻技术，探寻技是华严宗的六十华严的注解，那这里头说一心者心无一念也，那心里头没有念了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叫一心。啊，又叫行信证文类，这本书日本人做的。啊，净宗大德，言一念者，信心无二心，故曰一念，是名一心。一心在清净报土真言，一心现生是报庄严土啊，一心里头夹杂妄想，夹杂着杂念，生什么？生十法界啊，现的是十法界，十法界有燃有净，四圣法界是净，
下面六道是燃，燃里头又有善恶，三善道是善，三恶道是恶，啊，一心里头净慧善恶统统没有，这是一心。所以一心变现的是发，一心是发现的，变现的是发现土啊，没有生灭的现象啊，生是法界，是法界是，是既有净有慧有善有恶，它是生灭性。设法界是生灭法，这个理跟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正如本经，一心皆得大愿，这个一心阿弥陀佛的心，阿弥陀佛用的一心，皆得大愿，四十八大愿。显一心乃报土真因也，净土是一心所建立的啊，所以我们用一心就见到极乐世界的报土啊。我们心里面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所见得的那是念佛啊，念佛怎么样呢？有妄念，有杂念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。可是佛要求我们，最后一念没有妄想杂念，那一念就能往生。那临命终时，最后的一念。往生，我们能不能相信？能相信。我们就是希望这一生当中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遇到灾难了，灾难吓到了，阿弥陀佛那一念能往生啊？为什么？那一念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怀疑啊，一念都可以往生。是要用功夫啊，临终的时候不怕死啊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个时候的心真心。为什么？世界因缘不一样啊，生死关头啊，一心念佛没有二念，决定的是啊，所以有理有事有因有果啊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一念统统放下啊，不再有疑惑，不再有顾虑啊。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